到我了。好，先跟老师还有各位同学报告一下，我今天呢贡献出来的鞋子呢跟我出道的年纪差不多，所以我今天脚上的这一双鞋来自爱马仕，就是在25年前我买的鞋子。我还在唱跳的时候，怎么哇？你知道25年，哎，跟嘉欣年纪差不多。你才25，对啊，真的哇！所以呢，对，就是一双好的鞋子，那个时候买的时候大概16万呢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很多的那个保存啊，温度啊，因为是皮的嘛，然后还你照顾的好的话，其实不会坏到哪里去。真的，鞋完全是全新的。对啊。可是如果这10年。你买的靴子，它会很容易呼起，因为环保材质。对对对，因为以前的就是以前的比较没有，就是真的真材实料，以前的没有这个味。对对对，没有以前没有环保，它非常的软，然后软到它是真的厉害，软到很好穿，而且重点是没有过时哎，没有，对啊，很好看。后来呢，因为我要轮流，我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张专辑。我忘了是什么歌，然后就是要轮流穿，然后我就跟我们的企划呢一起去香港逛，然后就看到这一个类似这样，好长哦，但是它高更长高一点，更高，然后它也是很软，这也是25年，不是太厉害，是不可思议，你的鞋子好舒服的，你有穿吗？有啦，鞋底很亮哎，你有在给它上油吗？没有，都没上油，更高一点，对，所以呢，你只有在跳的时候呢，才看到哦，原来。他不是穿裤子，他是穿 legging， 他是穿一个靴子。对，那个时候就知道，就是说，造型要露这个叫什么什么？绝对领域，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我觉得更性感，这个细跟的高度就很漂亮，非常非常好看，而且很舒服，很好穿哦。这两个完全不同，你会觉得哦，他们的都是细跟，你看不一样，效果就会不一样，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好，这双也是爱马仕的，这双不是，这是在Lancafo买的一个品牌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忘记。一双是极细跟呐，然后另外那一双其实这个就因为它就非常服帖，没有那么皮革的拼接感，对，会让人家觉得很粗犷，很有个性。两种皮革的拼接，这个小腿大腿粗一点的根本就扔不进去。像这么长的应该我有穿蛮挑腿型的，这都有我的粉哦。哎，真的耶！接着下来就是这个，就是我平常会穿的比较，这就可以当雪造型一点的雪靴。好可爱哦！对呀，也是毛毛的，好 Q 哦！也是美拉德，有点《冰原历险记》的感觉。对，谢谢你，拍摄。是啊，有性感吗，便便？很坚固，是不是不性感？好像有点破灭了。对啊，女生就是这么辛苦。好，你也可以不要这个，你也可以这样子，像米奇那样子，我说一点点。那因为呢，哦，这好可爱，不漂亮。这个就是我平常呢会穿的，我平常不太穿，裙子或短裤，我都像我这个，我就会穿到这里的裤子或者是长裙，或牛仔裤，露一点，我遮住私底下的，我不喜欢露出我任何身体的部位，肌肤，因为一露出来就会去白痣。哎，住什么台词？致命吸引力，吃豆腐，对，就不是啦，就是太过线条太明显，因为太性感，所以我平常中性穿着。那我们又是喜欢你知道大口吃肉、大口喝酒的人，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体跟我的行动不搭，我通常都会把自己包得紧紧的，以免造成混乱。对对对，所以这是我平常。很爱穿的一个，而且这个也是15年了，哇，好舒服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接着下来也是，哇，这个好舞台，像雷鬼头啊，雷鬼头，你只要穿上，很想摇，你只要穿上这双鞋，你就会觉得就屌哎，就是登台了，对啊。跳迪士科，近点，就是你就觉得，对，他就是很迪士科，对，这也是我那个时候打歌的时候哦，那不能夏天穿哎，好像一只贵宾狗在你的脚上，对啊，
也是细跟哎，也是极细跟，对，也是极，也是每一双鞋都因为都有被操练过，所以它已经。我要它就像很像车子哦，真的超又很像记忆枕一样，有一套进去就有顺着你的脚，顺着你自己的那个脚型，对对对对，脚的形状。嗯，接着下来就是我要开箱的是空哈的这个品牌，这个十五年，那个应该有十年。哇，好，先来压箱宝，压箱宝，每一双都有盒子，保存这么好。对哦，你们一定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拿盒子，因为你盒子里面你可以塞那个纸啊，那个罐才比较不会发霉。然后，那如果出国怎么办？如果没办法带盒子，我都会带盒子。哇哇！而且家里一定要很大的储藏空间，如果把所有盒子都留。你错了，就是因为有盒子。嗯，没有盒子，你反而鞋子啊，对，乱丢，乱不是就叠在一起，叠在一起，然后会变形，然后又会潮湿。只要有一只潮湿，它会传染给全部的。哦，真的会那个霉菌会开始。对，你有盒子反而，而且你可以堆叠，你知道上面有照片。你看，你阿姐的鞋盒上面都会有照片，就侧面就知道是哪一双。就会知道了，嗯，谢谢你的，这么贴心，啊，你看，因为以前啊，以前都会买合脚的，你看看，做的好，这不是需要人家帮忙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在困卡了？是不是？拖靴子真的很像在深蹲，对啊，而且会喘，真的是这样，我。好不想再不要很累，因为姐累了。对啊，这蛮消耗热量。都换了这一双鞋，好看耶！好，我穿上了。那个，好好看。十五年前买的时候，有一条银链呐，但是我找不到了。没关系，我想说我要跟你分享这双鞋，那个时候买的时候超级难穿，超级硬，硬到就是说你要截肢，没办法穿第二次，没办法。可是你穿了大概三次以后，也不知道就是怎么样，它就突然有一天它就软掉，它就开始软了，磨合期啊，三个月的三个礼拜磨合，三次磨合期。然后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鞋是一辈子不可能死了，它也不会坏。工艺，它的宝，它的工，还有它的皮革。非常非常的坚韧，对，嗯，坚韧，哇，韧不拔，真的，坚韧不拔，萝卜拖的人也需要力气耶，哇，这个，哇，太好美哦，它的鞋都非常不便宜哦，对，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一双穿起来有多丑，啊，好细啊。少了那一块，感觉也是打歌服会出现的，它的定位还很重哎，对不对？造型感十足，很皮耶，超皮味。不是我脚臭，我没有脚臭，是皮味，它的皮味，皮味全是皮味，很像沙那个新车，好新车味，这很帅哎，对啊，好哎，可是那个跟真的，那你穿这双不能流汗，他们特别为我进。哇，为我定做，这个特别字款，布很好看，对，是不是很好看？嗯，对，嗯，好看哦，好看，后面好看，后面很好看，对，超好看，来喽，那个感觉是马丹娜，我开始要走路了，你知道，就是很难走，就是会跳，而且那个皮会刮到你的，跳脚不会刮，不会刮，其实它都很亲肤，感觉你脚鞋子要一直跳，所有的这个边边角角，嗯，都没你摸不到任何一个线头，也就是说。就是它的工艺，它很注意，但是正面你看我腿那么美的人，正面是不是很丑？就是好像没有，它把你细的地方遮住，对，少了点什么，就是腿型变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如果你是一个那个叫什么？萝卜腿，对，它帮你打 shadow 嘛，这里帮你打 shadow， 对，对，它就会修饰你的萝卜，可是我没有。然后就会变得我细的地方更细，然后感觉那边很宽，对，然后就感觉说整个腿就好像帮你动。那您当时买的时候没发现吗？我是买来收藏，嗯，然后就说想说有一天我们好像有一个 party 是 rocker 的 party， 我就穿去，可是我拍照的时候就觉得我腿怎么那么丑啊？但他是好发现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那一天是整个一个rocker party 这样子。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称赞这双鞋，可是看了以后，他们就会觉得，嗯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后来呢，他们就教我说，那不然我就穿一个到这里
膝上的那种袜子，老师的那种黑色的袜子，哇，这样延伸下，让我变成延伸下就会很好看，就把人遮住就对了，对，或者是穿紧身的皮裤呢，在里面，然后这样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嗯。